山西平陆地处黄河中游，得黄河之恩泽，在星光斑斓的历史长河中，许多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名人贤相频频出现，众人皆知的七贤八景已成为平陆史书中辉煌的一页。而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忠心之人，三国时武圣关公的部将，忠义勇功的蜀汉武烈侯周仓将军，就是这七贤中的一颗耀眼明星。他以其大智大勇的忠肝义胆，在这辉煌的史书中记下了重重的一笔。周仓原是一个黄金鱼部，因为仰慕关羽的盛名而投靠关羽，成为关羽的部下。从此周仓紧随关羽左右，出生入死，在关羽身临的不少重要场合都有他的身影出现。他参与了关羽历经的围绕荆州发生的斗争，如关羽北伐襄樊，水淹于津七军时，曾深情曹威大将庞德，最出色的表现则是关羽与鲁肃单刀会所扮演的角色。在《三国演义》第66回的单刀会中，周仓与关羽配合默契，智斗鲁肃。在关羽被鲁肃出言反驳，形势危急的时候，周仓挺身而出，与关羽合奏了一曲英雄的赞歌。周仓他作为关羽的贴身随从，捧着青龙偃月刀一起赴会，紧随关羽身边。当鲁肃指责刘备方面一再推故不肯归还荆州时，周仓在阶下厉声反驳，道理充足，义正辞严。关羽借呵斥周仓之机，暗示其出外联络关平船队。周仓心领神会，去江岸口将红旗一展，关平即率船队直奔江东接应。关羽扬醉离席，一手执刀，一手挽住鲁肃，乘势登船，安全返回，危机四伏的单刀会于是化险为夷。周仓帮助关羽挫败了鲁肃为讨还荆州欲加害关羽的诡计。周仓一生始终追随关羽，忠于其主，至死不渝。他一直跟随关羽到败走麦城，奉命留守为关羽断后。临别前，传说周仓向关羽跪着发誓，义不复心，终不顾死。关羽遇害后，周仓实践了自己的誓言，拔刀自刎，表现出他对关羽的耿耿忠心。随着社会上关羽崇拜热的不断升温，周仓也被人们格外青睐，周仓的地位也大为提升，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。周仓墓、周仓庙以及有关周仓的故事传说也盛传不衰。传说周仓少年时曾但犯私盐，有一次周仓挑着满满一担盐，赶着毛驴上山，不料被刁钻的盐霸发现了，便派四个盐警追赶他。当杀气腾腾的盐警追上来时，周仓猛然抽出扁担，在地上狠狠一划，霎时电闪雷鸣，地动山摇，一道亮光直冲云霄。亮光过后，出现了一条北起中条山、南接黄河岸的三丈深沟，把盐霸隔到了沟的另一面。
言罢人马过不了沟，只好望沟哀叹。周仓把挑回去的盐分给了穷乡亲们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周仓的功劳，就把这条沟叫做华沟，也叫华沟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周仓在这个云城盐子要着毛鱼，这个拖盐卖盐，维持他一家的生活。这个华沟怎么叫起这个华沟了？这个华沟的话，当时眼睛啊干上来以后，眼看到也到这个周仓跟头了，周仓没有办法，这马上将他那个扁担抽下来以后，划了一条沟，一划了这个沟的话，把那个眼睛啊就搁在这沟拉岸去了，他就在沟之岸。给他眼睛下来的话，眼睛就趴了去了。周仓担着担子一走了以后，他那个病就跑了，跑回去了，他就不敢再干了。他呀，这不是个一般人啊，这不敢胡掺，这个家伙掺不得。在平陆县城布关乡西集村，周仓的故里坐落着一个不大的庙宇，号称周仓庙。周仓庙虽然经历了千转年轮，年代久远，但在当地老百姓和周仓文化研究会的精心呵护下，如今仍能显出它的气势和恢宏。庙里芳草萋萋，柏树森森，周仓庙的正殿高大静穆，红墙碧瓦，雕梁画栋，色彩绚丽，耀眼夺目。庙门的两侧悬挂着木刻的对联，上联是德深出众，名垂千古，江河行地，下联是功高盖世，深圳今朝，日月今天，把周仓的一生描述得淋漓尽致。庙内素有周仓的彩绘坐像，只见他身着战衣，精神抖擞，双眼有神，一身正气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周仓的正庙坐北向南，正庙的前方一棵历经沧桑的大树被一圈青砖围墙包围着。据当地的老百姓讲，这棵大树的下面就是周仓母亲怀氏海棠下葬的地方。而靠正庙的东边是周母庙，在今天当阳城东南20多公里处的汉仪公路旁，举张河汇流处南边就有一座周仓墓，墓前立有墓碑，上刻汉武列侯周将军仓之墓文字。周仓作为三国时武圣关公的部将，跟随关羽南征北战，忠义仁智，威震华夏。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，他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、忠君爱国以及诚信仁智的精神，深深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，被历代统治阶级推崇为忠勇的典范和楷模。